其实我觉得现在鹰眼比以前还要好玩呢，他可以跳得远，反而蛮令人心安的，感觉并没有变弱啊。忘了没无敌。I solve problems with arrows. Big boom coming.哦，脚双招但没杀到人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干嘛？干这个猎鹰就很扯。Clock's ticking. Spot the weak ones and finish them off. An enemy hero has been defeated. Bruh. 我想说，我快被晕了。就他第三下死都不打我，为什么要嘲讽我？为什么要嘲讽我？Why？为什么现在每个人看到我都要嘲讽？坦白说，我还蛮喜欢鹰眼一跳跳这么远的，虽然少了无敌啊，但我觉得换来的东西其实也不差，就你可以跳这么远，其实很爽。有时候可能比原本的那个无敌啊，你还要有更多的操作空间。死都要嘲讽那个索尔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嘲讽一下。Got you in my sights. 没办法，硬打的话他们会赢。Big boom coming. An enemy hero has been defeated. 好猛啊，瑟西！一来就双杀，好猛啊！其实我觉得现在鹰眼比以前还要好玩呢。他可以跳得远，反而蛮令人心安的。感觉并没有变弱啊。忘了没无敌，白痴哦，干坏习惯啊，太习惯了，刚才就直接丢大就好了，干忘记没无敌了，我还是会以为我有无敌啊，那个太习惯了，真的太习惯会那样子玩。没有啊，刚那边就是我先丢大，他就稳死，然后我不会死、啊。但我一直以为我有无敌啊！然后他的整体伤害又变高了，他不是提高了他一技的伤害还是什么的，是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现在玩起来就
不会，没有变弱啊，真的没有变弱，只是你要记得你大招已经不会无敌，要记得这一点而已。所有辅助强不是强在对线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拿来对线，然后还要一直嘲讽我。那拿来对线已经很亏了，然后还要一直嘲讽我。所有辅助是要拿去跑线的，拿来打线就很奇怪了、啊。拿来打线，我带个奶妈在旁边爽就好了，我理他干嘛？对不对？我在旁边爽就好了。追击。你不是你亮什么牌啊？沾了我的光，你那边亮什么牌？看那伤害都是我打的，你妈你就靠那几个小水枪，你也敢亮牌啊？亮牌嘞！哇、哦，还是好强哦，这只还是好强、哦。也难怪大家那个交流赛这么爱选。系统可以设置，不是你按的、啊。我以为那你按的、欸，这个找死啊！我现在点谁都很痛，你也是找死。你也是找死。星爵带绿的、啊。带绿的爆发比较高，也有些人会带红，但我不知道带红的子弹你可不可以瞬间增加。如果子弹不会瞬间增加，带红的就没有用。所以带绿的最实际啊。不敢吃哦，那就算了，他不敢吃就退了。干这无脑往前 A 就好了，白痴角色，射程太长了啦！这哪里到？这到底哪里有变弱？实际来玩才知道，跟以前一样强啊！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他只要有这样的射程、这样的输出，怎样都不会弱。Locked on。啊！啊你就这样死了。Got you in my sight. Help me! Help! 你看这怎么玩？带一个射器在这边，到底谁可以接近我？刀锋带绿色，因为刀锋前面你也不会完全贴着人砍，所以是带绿的，你也不会到很缺攻速了。那大刀开下去，攻速就有了。哇，好扯哦！还是很猛欸，我一直以为他变弱了。你说瑟西哦，也对啊，这把有瑟西很舒服啊，就只要有个前排帮你扛的话，你就有很好的输出空间。主要是他的大招跳跃很远哦，拿来追击也很开心啊。只是现在大招要提早放了，你觉得不行了就用大招拉开距离，就不要再撑了。以前是就是可以压拖到最后一刻才压，拿来躲招躲爆发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是你没办法再用这个来躲伤害了，该跳就跳了，不能像刚刚我那样还以为有无敌嘞，就马上就吃牌就被秒杀了。他还是很强，真的好猛。你看、啊、随便点点啊，这只真的是太轻松了啦，随便点一点那输出就会爆表。我给予这只的评价就是没有变烂。
还是很强，只是你要注意一下阵容，阵容有搭配好，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比以前烂啊，甚至某些部分可能还比以前强。